希望我哋嘅未來能夠擁有一個自由嘅空間，可以讓啲少年人佢哋可以即係可以活得能夠有尊嚴，係啊。喺港區你有冇去到啊？即係維園。200萬嗰時有去。係，200萬都有去嘅。係啊係啊。我想問下你支唔支持林鄭？個人係支持嘅，因為而家係一個問責制嘅政府嘛。如果佢決定咗堅持要即係不撤回，淨係暫緩呢個送中條例，其實係冇意思嘅。即係你都係支持一定要係撤回，同意啊，係啊，係啊。所以今日要走出嚟。係啊，今次再出嚟。支唔支持學生啊？亦都支持嘅，係啊。唔該曬。你覺得係咪一定要撤回啊？係一定要撤回。暫緩唔 OK。既然如果意思係都係撤回嘅話，點解佢唔肯用撤回個字眼，要用一啲語言去藝術去呃我哋呢啲市民？但政府係話咗咧，係依個咁咪用撤回個字眼咯。如果佢意思係撤回，咁用撤回個字眼咯。我唔明點解要玩一啲語言嘅遊戲去呃啲市民咯。如果係，除非佢有諗住有其他 plan 啦。係五大訴求，你都係必須要爭取嘅。係五大訴求必須要爭取。林鄭係必須要下台嘅。係。需要有人問責。你好，想咩團體啊？我是代表自己嚟。係，好，唔該曬。支唔支持學生啊？支持。係，暫緩收唔收收貨啊？梗係唔收貨啦。點解咧？其實佢話都唔會再提出。暫緩同撤回係根本兩個字，你唔好誤導人啦。係，之前講到出嚟遊行，你有冇去啊？我有，我每一次都有去。所以今次去，咁下次要去新界嘅遊行咧，你都支持？會，佢一日唔撤回，我哋一日都會行出嚟。多謝你，多謝。係。多謝毛主席啦，多謝佢啲乜嘢？多謝佢教導我哋咧，革命係有理，反抗係一都係一樣有理，邊度壓迫邊度就有反抗。係，收唔收貨啊？如果係暫緩，暫緩收唔收貨？唔收貨。係咪五大訴求都必須要？冇錯。係，你係咪一定要林鄭下台咧？或者唔係啊？會唔會係第二個都係我第二個唔上台都係一樣嘅啫？我希望咧，佢喺下台。他在下台之前可以咧盡他的職務，做翻我哋要有的嘢。之前你香港島遊行有冇嚟啊？有冇行？有噶，每一次都有。九龍都有嚟。係啊。係為咗啲乜嘢要咁辛苦先走出嚟遊行？覺得新嘅一代都咁知道自己想點，咁我哋做大人嘅都係俾一啲支持佢哋咯。我哋咁多年都冇做。年輕人未走出嚟之前咧，其實係咪覺唔覺得成年人係冇咁角色？可以係咁講啦，或者成年人又有佢嘅苦衷啦。我而家未會醒啦。係啦，希望佢哋醒啦，希望再多啲人醒啦。多謝曬，好啊，唔收貨啊？梗係唔收貨啦。係咪一定要撤回啊？一定要撤回。係咁，收佢收出遊行之前講到佢有冇去？全部去曬。係咪其實覺唔覺得近年咧都係比較對好多人對政治冷漠啊？自從學生走咗出嚟之後咧，大家喺香港人係咪醒咗？多了人關心，應該是真的學生令到香港人醒了。 是香港人的遊行的遊戲，沒錯，是香港人的遊行。大家要爭取了民主，是爭取民主，我們要撤回，我們要不要暴動，我們不要暴政。好，謝謝。暫緩為何不收貨？不收貨是一定要撤回。是一定要撤回。現在是不是走多了人走出來抗爭？是啊，是啊。是，但我們不是年輕人，我們都一樣覺醒。因為年輕人走了出來，令到成年人都覺醒了。是啦，還有我們成年人都帶領年輕人覺醒。只有暴政。是啦，是啦。只有暴政。林鄭下台。只有暴政。是啊，這個林鄭太離譜了，是我們香港人，納稅人出錢給她，是去領取香港人的薪金，她居然一路幫中國政府嚟蝦我哋香港人，係咪？佢出身香港，喺香港教育成長喺香港，咁樣嚟出賣香港，賣港產去整啊！唔該曬，好，唔該你。多少人出嚟遊行咧？其實係青年人令到香港人覺醒啦。係啊係啊，即係年輕人走咗出嚟先，會令到咁多人走出嚟。我哋要喺雞蛋前面咯。保護雞蛋，我哋要出嚟。係啊，保護年輕人咯。我哋都係多謝年輕人。係啊係啊，多謝大家，多謝。
人啊，我哋自己啊，係啊，我哋自己都幫緊自己。香港病咗啦，但係冇人知。係啦，係啊，香港人知。冇錯。香港係病。係啊，係啊。好，多謝。要撤回啊嘛。係，點解一定要撤回啊？佢話都唔好再攞翻出嚟睇嘅喎。驚佢講大話咯。係，所有人都係驚佢講大話。一定係啦。相信佢咯，而家覺唔覺得喺呢幾個月裏邊咧，嗰、那個遊行人數多咗，或者抗爭嘅人數真係增？係啊，係咪覺得聽日係年輕人嘅功勞啊？會唔會係年輕人講出嚟，令到各方面覺醒？絕對係啦。係，即係你都係支持年輕人㗎。支持年輕人。係全靠年輕人去走出嚟去抗爭，大家先知道係要爭取。係啊。多謝。係點解撤回唔收貨啊？一定要誒等點解要一定誒暫緩唔收貨？梗係唔收貨啦！你暫緩同撤回係兩回事喎。我哋中國人兩個字係好簡單嘅咋，啱唔啱先？暫緩同撤回係兩，即係兩碼子嘅嘢。即係市民係堅決係一定要。我希望佢聽我哋講説話得㗎啦。咁大訴求係咪全部都要實現？我希望佢係啦。覺唔覺得而家近期咧係多咗市民走出街啦？你覺唔覺得呢啲其實係年輕人嘅效應嚟㗎？不是，我們中年人、老年人、小孩子都應該要出來的。但會不會是因為年輕人走了出來，所以更多香港人覺醒啊？這個是真的。覺得是，覺得是。是，這個是真的。是，以前是沒有那麼多人出來遊行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沒錯。是因為年輕人走了出來，所以大家都覺得年輕人都走出來。我們成年人更加要出來，因為我們實在很多年輕人已經出來了，他們做的事是比我們更加多。是，他們的犧牲是更多，是不是？是，沒錯。是。是認同，所以我哋出嚟啦。好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好，社會紀律頻道，點解爭取都要走出嚟遊行啊？我諗我哋啲五點訴求好清楚嘅，所以一日佢未做到，一日我哋都會行。係，支唔支持學生啊？支持。係，係咪覺得係近幾年咧，其實係年青人咧去叫醒香港人㗎？因為發覺以前其實係冇咁多人出嚟遊行嘅，即係年青人走咗出嚟之後咧，香港人就走咗出嚟。我想不可以只是这样说的，我想是政府逼到我们走到真的 无路可退咯。政府做的事是太过分，实在太过分，所以逼到大家都走出来，简直不是人。Sorry， 之前香港區有冇走出嚟遊行啊？有啊。係，點解要咁堅持啊？或者係一定要持續？因為其實嗰五大訴求都從來冇回應過，佢一直都係歸縮緊咯。係啦，咁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繼續行出嚟，香港人。覺唔覺得呢幾個月咧係多咗人香港人走出嚟㗎？嘅原因係咪因為青年人咧，佢哋都係走咗出去前面，令到好多香港人感動啊？都係，我覺得係唔同世代人都會因為香港年青人因為走咗出嚟啦，受到一啲不公平嘅對待，所以佢都會更加願意去走出嚟咯，係啦，即係話係年青人影響咗香港人覺醒，係咪啊？部分係啦，咁我覺得唔同年代唔係一定要分年青同埋即係或者特老嗰批嘅，係全香港人都會有嘅唔同嘅覺醒。支唔支持年青人啊？支持。好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咁多香港人走咗出嚟。我因為呢個暴政啊，同埋呢啲反送中條例啊嗰啲。覺唔覺得其實年輕人咧，佢嘅犧牲啊，或者佢嘅貢獻啊、付出啊，令到香港人覺醒？其實都是的，即係團結了，其實至少我看見七一有個片段是立場新聞的，就訪問一個14歲的示威者妹妹啦。我看到個片，我睇一路睇一路喊嘅，每次都咁佢話一齊，即係一齊嚟就一齊走咁樣，抬啲多四個人走咁樣。係今次其實真係好多年輕人犧牲，而個政府而唔回應，完全冇回應到，只能夠張建宗前日就講話有咩協助。請問佢可以點樣協助啲犧牲嘅者嘅性命咧？係啊係啊，越嚟越多咯，即係班年青人睇見班絕望啊！好嘅，好。遊行啊，嘛。唉，大佬香地幫自己噶嘛嚇，冇理由趕佢走噶嘛。嗰啲乜嘢，佢警察算咩意思你話？學渣嚟咁一班又唔得噶嘛。多謝曬你。係。覺得政府同警察都係有唔啱嘅。你話咧？邊個話係啱啊？你邊個話係啱啊？支持學生嚇？支唔支持年輕人？支唔支持學生？支持學生，支持年輕人。梗係支持啦，唔使講啦。我都後生過啊，我老啫。所以你都會支持學生係咪啊？一定支持。好，唔該曬。啊好。香港人走咗出街。依家梗係啦，咩都錯，佢依家做咩都係錯。邊個做乜嘢都係錯？梗係林鄭啊，係啊，政府嘅官員啦，做咩都係錯啊！依個時候。係。係啦，其實。
唔係一個道歉咁簡單，其實你個條例係應該要撤回啊嘛。即係好簡單啲講，你一咁多人出嚟遊行嚟玩咗咁多次都冇成果，點解先？點解大家都唔支持呢？係咪先？依家講緊唔係我哋嘅市民喎，講緊政府嘅高官、大律師公會一班好有高知識嘅、有社會地位嘅人士都唔支持嘅時候，咁點解你唔撤回呢？呢樣嘢值得深，值得深究啊嘛，應該要探討嘅嘢嚟噶嘛，係咪先？支唔支持學生？支持，唔支持唔行出嚟啦。係啊。得唔得？得唔得？有冇啲學生咧係唔認得香港人？當然啦，林鄭在位嘅最有功績嘅事，咪就係團結咗香港人咯。依家係啊，多謝曬你，林鄭，林鄭，林鄭，對香港政府仲有啲乜嘢睇法啊？唔係，我哋嘅訴求好清晰，五點訴求，大家都清晰，唔需要再對咩話，因為真係好清楚。幾百萬人行字，佢都話聽唔到，佢聾嘅咩？佢有手語噶嘛？揾人手語講俾佢聽咧，根本就知道係咪？知而不讓就係視為無恥啊嘛！做中國人嘅資格都冇，唔好話講做香港人啦，啱唔啱啊？做人嘅資格都冇係咪？好啊！邊有咁無恥賤格嘅人啊？你話啦，係咪？冇可能收唔到啦，係咪？支唔支持學生啊？非常支持。多謝曬，佢哋做得啱，我哋梗係支持噶啦。辛苦曬，辛苦曬，我哋廢腦嚟嘅啫。辛苦曬。